Pong and Queen Double 第三節，一個應網友。好，喂，唔得喎，又要第又要再嚟多次咯。Andy 又嚟過，係邊個嚟過？嚟過。等，我有一個提議。啊、Tony 可以按熄咗，按熄咗個麥先，可以瞄咗佢先嘅，一個瞄字先，係、啊。边个瞄啊？佢个咪嗰度，你揿咗个掣咧，佢把遮遮一遮。咁啊，静音嗰个。系啊，静音系啦。咁啊，咁样就冇声噶啦。要讲嘢嘅时候先可以对讲机咁样揿嗰、那个揿翻着个咪，突入咁咯，得唔得？系。好，加陈生，交俾你。好。嚟一二三，望向編輯部第三節回應網友提問。係喺上一集咧，喂係就係新仔就嚟過，唔使繼續，好唔使、okay, 繼續回應網友提問。好 OK， 好回應網友提問，望向編輯部第三節。上一集咧就好多網友就留言，就有幾個問題啦，關於樓市。就主要呢就係、是、問第一個呢就主要係問溫哥華樓市嘅問題。咁我本人呢就唔係住喺溫哥華嘅，咁我又唔係沈大師，又唔係蘋果日報，咁我就唔敢老點人害人嘅大佬。咁不過我將我所知嘅講啦，咁溫哥華樓市呢呢幾個月突然間彈返起上嚟呢，我咁睇，因為之前上一年呢溫哥華就向香港出辣椒，就壓低咗個樓市。咁呢就結果啲人睇定咗啦，今年於是就彈。而且呢我曾經同佢哋趁經紀講過傾過，佢就話其實樓市呢大約係喺春季尾，即係融雪開始至到夏天六月之前或者六月中之前呢，其實就是升得最勁嘅，之後咧啲、okay. 人又話出浮玩啊，同埋啲盤多咗咧就會立曬。我發覺多倫多都係一樣，咁所以咧就會突然間見到依幾個月即係睇定咗就升啦。但係點解會特登話揀依個 apartment 咧？我估有幾個原因啦。第一就係因為你個屋嘅價錢已經太貴啦，高到一個地。譬如话你做 mortgage 啊，要俾咁嘅首期，咁你一个后生仔咁俾二三十万吓，整间屋翻嚟供到你阿妈都唔认得，就不如我整间 apartment。而且潮流据我所知，后生嗰一辈嘅潮流咧就中意住啲city 嘅区啦，吓即系大都市嘅区。咁而年纪大咗嘅人咧，好多咧就系话我譬如話，我認識有個 uncle， 佢係20年前移民溫哥華，就住喺溫哥華東區嗰啲咁嘅爛鬼屋，即係都唔係，都即係溫哥華東區係算係中下普通階層之嘅區嚟嘅。咁佢但係佢20年後係攞個中下啦，就咁但係點知佢而家話賣都賣到100万，咁佢咪分咗啲錢俾啲仔女，然之後自己上樓住囉。咁得下咁佢哋又唔使特登整筆錢，又話維修間屋啦，咁喺間 apartment 好好地咁買間 apartment。咁如果佢話你話你100万啊，我有兩個仔，咁每人俾首期，每人俾50000蚊，咁我仲有啲錢，仲可以買一棟嚟投資啊嘛，收租度日，所以咁樣我諗就影響咗佢嘅供應就大增，就變相你嗰個價錢就高咗。呢個係我觀察到嘅，而且呢個情況唔單止溫哥華，我相信下一年多倫多都極有可能會係咁，因為好多人就即係而新近我睇過有個報道，就係話其實係買家同埋賣家都喺度觀望，等緊睇下個市會變成點，先至會再決定到係個動向係點，係立咗就立咗㗎喇，又話個成交量跌咗幾多 %,price 跌咗幾多 %, 即係呢度發覺呢度嘅報紙都係有少少蘋果 feel， 就最鍾意話樓市大冧就嚟死嗰種咁嘅情況啦。
咁賣字啊嘛。我諗係亦都係配合政府嘅。咁另外咧又有個網友啦，講咗句説話啦，就話話我哋 location。transportation go to go train station 咁啦，咁我順手講一句啦 ，go train station 咧，即係依度嘅港鐵係係將新係連接新市鎮同埋多倫多 downtown 嘅鐵路。咁如果你話你買呢個鐵路附近咧，就聽落就好方便，但係咧佢哋嗰個我住個區，我離嗰個鐵路咧大約3至5分鐘車程。朝头早下令时间就朝头早6:30响一次，咁到冬天冬令时间迟一个钟咧，就朝头早5:30就会响一次。咁其实就系我都几难顶，一定系会醒。如果你住紧嗰个火车站附近，而据我所而我睇到有啲 comment 就话。呢個叫 Go Train Station 呢有一條線呢就會加班次。咁呢就應該係會令到呢個樓市呢就跌嗰一區附近可能分分鐘會跌 3% 樓價。點解呢我想問一下啦，點解加班次反而會令樓價跌呢因為你會唔停咁吵響笛聲，你諗下你5:30一吵醒咗哇凌晨5:30你起身我返就返9:00唔好啦啩瞓多陣啦，點知唔過30分鐘又再響你一次。柴油火他用柴油火車嘅咩？點解會明白嘅？因為呢度好抵死嘅，係嗰條鐵路呢佢係會橫過條馬路去過嘅，仍然係好舊式嘅、有啲位咁知啲車唔會去搬。係啦，如果你唔搬佢呢有啲車就會過，即係呢個亦都可能係法例上佢有咁嘅需要，所以都好係佢呢度當初起啲屋嗰陣舊式，即係而家有啲100萬屋叫冤嘅苗區，係100幾200萬嘅屋，佢都咁鬼樣搞嘅，係黐線。系咯，咁样，唔系因为咧嗱，楼市咧，其实我觉得全世界其实都系好嗰个概念都一样嘅，一定系买 location 嘅，因为咧而家呢叫做咧，即系科技嘅世代咧，科网嘅世代咧，样样嘢咧都系要讲求时间效率嘅，因为时间翻唔到转头嘛。咁你如果翻工要用一个钟头搭车嘅话咧，你嘅时薪咧就等于变相俾人减咗人工噶啦，系咪先？咁有啲人10%咯，一日，因为你要2個鐘啊，来回。冇错啦，来回2個鐘，咁你私人做9個鐘頭嘢，咁你咪成接近20%系嘛？你付出嘅交通成本。咁所以咧，任何一个地方 location 系最重要嘅，因为啦，你记得我哋讲翻香港豪杰湾啊，1997年啊，新鸿基卖嘅豪杰湾出嚟啊，佢就标榜由青衣地铁站出到嚟中环咧系10幾分鐘嘅啫。即係佢係標榜咁樣嘅，當時 sell 依樣嘢嘛。咁如果你住渣甸山落中環都要10幾分鐘，咁你住青衣咪同渣甸山一樣咁樣。咁佢當時 sell 係 sell 依個概念啊嘛。咁而家長實一樣啦，海之戀，你喺荃灣西出中環可能20幾分鐘啦，我諗10幾分鐘就未必得，20幾分鐘啦。咁變咗個時間咪慳咗咯，你北角過中環都要20幾分鐘啦，係咪？即係佢係咁樣 sell 啊。咁所以咧，時間一定係最值錢嘅。你住得越遠，你嘅生活成本、你嘅時間成本付出一定係越低嘅。咁你老人家冇所謂啦，老人家退休日時間唔值錢，時間唔值錢噶嘛，係咪先？係。即系用3個鐘頭去行去茶楼饮茶都可以接受嘅，咁但系后生仔唔得嘛，你搵食啊嘛，秒秒钟几廿万上落咁啊啲人系咪？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嗰个 location 一定系一个重点嚟嘅，即系你买任何一个物业啊，喺全世界都系咁讲噶啦，就算你第日你话去叙利亚大马士革买楼都系捻样啊，你都系时间成本嘅系咪？系。我認為是某程度上是啱的，咁但是呢而家呢因為有咗大陸人參與樓市，即係好大部分地方都有啦，大陸人呢就專係呃同鄉嘅，咁係呀佢唔識㗎嘛，係呀佢唔識㗎嘛，佢呃啲唔識嗰啲嘛，係佢哋呃啲唔識嗰啲，咁佢哋好常做嘅一樣嘢呢就係吹捧一個交通又唔方便又唔係市中心嘅區囉，嚟到吹捧叫富人區，係呀吹到係富人區，咁呢佢但係成功喎呢、這個策略。即係大角咀呢香港都係嘅其實。
你香港咧，將大角咀，將大角咀啲嗰啲樓咧唔值錢嘅樓爛 Q 地咧，賣到20000多尺，而家全部輸咪輸嗰啲咯，新九龍填海嗰啲，跟住你諗下以前又話元朗嗰啲咁嘅別墅葡萄園嗰實死嗰啲地方，你買嗰啲地方衰撚過你買福田，但係尺價當時貴過福田好多倍，而家福田貴過佢啦。但係我同阿 Raymond Wong 就係想講一句，其實咧喺呢樣嘢咧，咁就同香港唔同喎。佢哋只要造神造出嚟嘅富人區咧，就一直都貴落去噶咯，即係唔會好似香港咁會跌噶喎。我記得阿 Raymond Wong 都同我講咗個例子，係紐西蘭喺奧克蘭嘅，係咪 Raymond Wong？ 你以前講嘅又係一個吹捧出嚟嘅富人區，點知後嚟真係變咗個富人區？係咪啊？因為大部分人盲目咯。你其實即係嗰個叫做西九都係㗎。嗯。君臨天下海旋門，咁啊擎天半島加埋嗰個叫做一時間醒唔起嗰座，嗰個最cheap嗰座。咁呢座之前嗰陣時我有個朋友住喺嗰度㗎，佢唔敢話俾人知住喺嗰度㗎，佢擎天半島呢佢話佢住佐敦啊。嗯。即係依然講緊十年前。講緊12年前啦，05年啦。佢話：我住喺佐敦嘅，跟住一講佢先話，先夠膽講話住喺擎天半島，因為嗰度填海區嚟噶嘛，即係傳統啲有錢佬唔會去住噶嘛。你住填海區係嘛？你話住跑馬地啊？邊個住啊？啊，我住壽神山啊，梅艷芳隔離啊咁樣。咁你有個名人啊嘛，但係嗰啲地方你唔會有，即係正常嚟講，你本地名人你唔會去食噶嘛，係咪先？即係你唔會去嗰度住噶嘛。你出入嗰啲人係嘛？你話喂唔係住司徒拔道咁啊，梗係啦。达官贵人非富则贵的地方住，而家唔系喎，而家咧大陆人，因为佢哋个资讯，佢哋冇掌握唔到啲资讯啊，唔识啊嘛，所以咧佢哋咪俾嗰啲人呃到咯，而家变成香港嗰个西九龙都变咗豪宅区嘅，50000多尺噶，君临天下，5-6万蚊一尺噶，系啊，2200多尺建筑实用冇咁多，卖到1亿1000几，1亿2000几，哇，咁你谂下啦，六皮几一尺，好夸张噶，六皮几，你谂下啦，1亿去澳洲买个好大嘅草原啦，送500只牛啦，系嘛？可能系一亿，唔止啊，500只牛对你好辛苦啊，系好就系咯，多伦多就多伦多情况就好啲，因为嗰、那个、即系其实之前已经6-7年前已经有一阵最有钱嘅嚟咗呢度。然之後，而家嚟嗰啲係第二浸、第三浸，即係嗰個資訊流通量多咗。但係因為加拿大人少，大部分移民都係喺曬三大城市，即係話就話三大城市啊嚇，四大城市啊，多倫多、温哥華、Montreal 嘅 Calgary， 但係其實主要都係温哥華同埋多倫多嘅唐人市。都幾大嘅，因為有成六，好似話多倫多有成70萬台華人，哇，好多，即係唔計你，哇，係啊，即係所以如果你話你華人喺翻華人圈子揾食係揾到嘅，你買屋都會有。不過我聽過一個故事就係話，大約3-4年前有個朋友去話，貪得意去聽人哋。睇樓，佢聽到個經紀就同個阿嬸，同個大嬸講啊，你依間樓啊，嗰陣平均屋價大約係50多萬啦嚇，佢話你唔叫70萬冇噶啦，咁嗰個強國阿嬸即刻打電話翻大陸俾佢老公，喂冇70萬冇喎，咁好啊，咁就70萬啦，就博取70萬。佢哋係咁，而且大陸人譬如話佢去溫哥華，我睇過一則，大約4年前嘅，佢哋係話無論點我都要買到依間屋，幾多錢唔緊要，大家喺度競價，你加1萬，我加1萬，嚇唔係我話俾你聽，我有錢過你，即係好似以前你聽紅西風月嗰啲二世祖喺度搵銀紙燒紅豆沙，紅豆沙一樣，係啊，就話我一定要買到依間屋，買到我係叻過你。嗯，咁咪啱咯，咁我揾呢啲人錢咯。好事嚟喎！我哋想講下咩第二家園啊，即係馬來西亞，又好似隔離台咧，大家記唔記得隔離台咧，咪收人哋幾皮嘢推薦漏口仔啊，漏口仔同埋爛口仔，爛口佬同埋漏口仔，漏口仔係啦，係啦。咁我其實我哋想聽下馬來近，馬來近係啊，因為你本身喺馬來，你喺吉隆坡住嘛，馬來近係嘛？係。
你讲下情况啦。佢呢个第二家园计划咧，系因为我睇翻啲资料啦，佢哋收某网台主持收嘅价钱，同我所得嘅资料相差好紧要远。呢度有我抽样揾嘅其中一间嘅中介公司嘅收费啦，都系马币唔到6000蚊，即系万二，即系皮靓嘢啦，万一二蚊啦。啊，系。虽然话啲中介公司会呢啲顾问费每一间会有多少差别啦，但系都唔会争得咁犀利啩。中间嘅差价实在太犀利咗啦。佢系六皮喎。系啊，六皮啊，所以万几佢卖六皮咁大，港币啊，港币你六皮港币好似，所以啲骗徒出没注意，骗徒出没注意，地老尾要小心啲、啊。隔篱台啊，隔篱台阿漏口仔同埋阿烂口佬啊。我唔讲，费事开名益佢啦，费事开名益下下战频道嗰啲系嘛？啊，系啊，下战频道啊，系啊。喂，讲下又下战频道个大老细咧，嗰只 Crocodile 咧，即系嗰个咧，大家记唔记得咧？佢以前咪讲过话，我最记得佢系回流嘅，系喺温哥华回流翻嚟嘅，即系佢就话，即系我有一集好认真嘅听佢讲点回流。同埋點解要支持呢個本土派？佢話以前我喺香港就俾英國佬蝦，屌你老尾！我以前之後又移民咗加拿大賣熱狗啊！佢真係賣熱狗㗎嚇。之後咧就俾啲鬼就俾啲加拿大白人蝦。佢話而家我翻香港仲要俾啲大陸佬蝦。之後佢嘅意思就係話我而家我要蝦翻我要搞鳩翻你啲人啦，即係要散播呢種本土意識啦。但係咧，我覺得呢啲就係人渣中嘅人渣咯。你自己喺外國俾人恰，哇！屌你有咩？你唔係幫人伸張正義嘅，你係咧己所不欲啊嘛。係啊，用翻人哋嗰種方法咧恰鳩翻人哋嘅呢啲咧，所以咧下賤頻道就係下賤，低賤就係低賤係嘛？人呢其实个都系欺善怕恶㗎喇。点解呢你好似灵王咁嘅唐伯虎点秋香，你发唔到烂仔你咪屙督尿囉。係咪一样㗎。喂咁你嗰啲水货佬大大隻嘅，你叫大匪250磅出嚟，你敢唔觉得埋佢呀？你连声都唔敢声佢，你正面望佢嘅勇气都冇。係咪一巴就打死你，打到你飞两隻牙出嚟啦，係咪呀？咁佢哋调返转头咪见到人哋有个女人带住个细路女咪捉佢出嚟就话佢走水货咯，跟住起飞脚踢一个70几80岁嘅阿伯咯，就话佢系走水货，呢啲佢咪识做咯？喂，你够胆去反水货客，你咪去恰鸠老萧咯，你咪立刻好药房咯，系嘛？喂，你够唔够胆海防岛啲药房啊？你够胆去海防岛啲药房，咁咪叫做反水货咯，叫做打蝗虫咯，系咪啊？系啊，冇错。喂，呢样嘢喂，全捻部嗰啲人都系欺善怕恶啫嘛。喂，你翻到嚟恰鸠大佬，你翻到嚟可以恰到啲咩大陆佬啊？你咪对付啲最低下层嘅人，系啊，即系啲人咧，佢冇能力向见到恶势力，佢就低头就做一只走狗，系嘛？跟住咧就对住啲弱势嘅，佢咪哈哈霸霸咯。呢啲全部都老实讲，我哋就最讨厌就系呢种人。冇够卵胆，你咪讲嘢，你够胆够卵胆咪出嚟咯，系咪先？我一定打卵死你嘅。讲起今日吓、今日喺多伦多都有单嘢，话有个阿伯中咗风，喺啲唐人摩附近行，咁啊见到个白人后生仔，咁啊迎面同佢行完之后就用粗口闹佢，点知就俾有个人唐人嚟嘅录低咗，就摆咗上 YouTube， 而家就全城话要云肉搜索呢个白人，咁。有件咁嘅事，一定要用即系呢个，系一定要用呢、這个。我就咁，佢搵啲老弱妇孺，搵啲老弱伤残咁去合咯，个个都系。你同食环署一样噶，全世界都系咁啦。喂，食环署都系噶，你食环署唔够胆去搞小贩，唔够胆去搞嗰啲，连大陆嘅黑衣团，你都唔够胆搞，又惊人哋有背景，可能惊人哋冲10个8个出嚟打你。但系一个执纸皮阿婆，你咪去恰佢咯。系咪四五个人去围佢咯？
喂，其實全世界都一樣嘅。不過依啲人，佢講到自己好大仁大義，好乜嘢係咪啊？得把口係咪先？勇武，咪拍把口咯，係咪先？喂，你淨係你自己匿埋，你夠膽勇武啫？你見到啊，面對面見到我啊，都唔夠膽出聲啊！即係好似芒果佬咁，勇武，芒果佬一撚樣係咪先？見到我，喂，我升佢一巴，我諗佢都唔敢出聲啊！咪講笑。唔係喎，嗰、那個咩客乜佬啊，話打柒你喎 ，Tony 佢話見你。喂，我喺旺角啊，面對面見到啊，佢都唔敢行埋嚟啊，我企喺度一個人咋。系咩？佢嗰阵时节目讲嘅话 ，Tony 吹嘅卵样，佢话你搞鸠芒果之后，见一镬打你镬，小心咁样讲喎。我喺旺角啊，一个人啊，佢都唔敢行埋嚟啦，大够气啦呢啲人。佢嗰个节目啊，乜合转啊，都收咗啊，好似咪同背景声一样咯，狗吠啫嘛。啱。喂，你除咗喂你哋嗰啲人勇武，除咗喺网上讲粗口之外，有啲咩够胆做啊？见到面对面系嘛？有啲咩够胆做啊？最多 block 下人，好多都系咁嘅，讲啊 block 下人咯，话你哦鬼嚟噶 block 你咁咯，冇其实乜都做唔到啊，乜都做唔到啊，讲就天下无敌，唉，冇错，都系狗吠一样，系吠得好，我再狗主啊！狗主，喂，讲翻马来喂，讲翻马拉喂，讲翻马拉啊，咁呢个某网台咧就之前大力推介有几个靠近新山嘅楼盘啦，咁我睇过去嘅地点，唔定系喺市中心嘅地区嚟嘅，系比较属于郊外嘅地方。嗯，新山仲要郊外啊？佢嘅地点系马西，即系呢个离开新山咧，仲有廿几个公里。哇哇，咁好远喎！哇，的士要搭几钱啊？新山咁样？咁我唔知道啊。啊，咁即系离开市中心系吓你啊！唔好意思，我就想问下离开市中心有几远啫？系廿几个廿几 km 咯，廿几公里。嗯，你冇忘记喎，如果离开市中心系廿几个公里，你喺市中心再过去新加坡嘅话，仲有一段距离嘅。嗯，由吉隆坡市中心去新加坡要用几耐车程咧？吉隆坡市中心去新加坡啊？大约就三四个钟咯，加埋海关。哦，系啊，即系耐过深圳嚟香港喎、啊。吓，系啊，咁远嘅咩？咁佢啲人日日去过去打工噶、啊。唔佢新山同系租壳系咪啊？吉隆坡吓，吉隆坡。哦 ，sorry， 唔系新加坡 ，sorry， 我以为、啊、我系租壳咧。啊，系。新山就喺新加坡隔篱嘅。系啊，租壳、啊。吉隆坡咧就离新加坡好远嘅。系呢个马来西亚中部嘅地区嚟嘅。咁但如果喺去如果要去即係新山去马来西亚唔係新山去新加坡咁样要新加坡係要几耐时间呢如果繁忙时间都大约一个钟咁上下啦。哦即係深圳因为深圳记得即係深圳嚟香港咁上下啦。係。OK 喎咁其实都 OK 喎。所以市中心嘅全部机会嘅。係呀。市中心的那些楼盘比较有价值啦因为有好多啲每日过去新加坡工作的人都会选择越近呢个关闸越好㗎嘛。係。即係越近关闸啲地越值钱啦当然。附近。而且嗰度嘅 apartment 啊 ,condominium 都系唔错㗎呢个卖盘都。租盘有稳定嘅供应。嗯，就好稳定因为好多嘛。而家因为嗰边好似啲楼，即系房地产个市道好疲弱啦。咁我有个拍档咧，就我哋同佢合作开嘅，而家都走去搞翻石油算啦，开采翻石油算啦，都唔起楼啦。系啊，因为近年咧就呢个马来西亚经济开始差咗啲。嗯。咁呢个银行方面咧就收紧房贷嘅。收紧按揭系。是啦、嗯、收緊房貸咁樣就比較少人可以買到啦買到樓啦
就嗰邊因此咧就轉移去租盤方。哦，即係租樓多，但係嗰邊啲供應會唔會好多咧？供應啊，應該供過於求係嘛？即係供過於求啊！佢嗰邊好多屋，好多屋冇人住係嘛？如果係近市中心嘅，始終係有呢個需求嘅。嗯，啱。但係就我想問個問題咧，就係阿隔離台嗰兩一個漏口仔同埋爛口佬咧，佢推介咧就唔係市中心嘅，所以想整傅用真。即是就唔喺市中心嘅。傅用真就喺另外一個州，並唔係喺呢個柔佛州。啊頂仲慘啲。即係好。係咩州啊？雪蘭莪係咪啊？我如果係傅用真咧，就係喺森美蘭州。哦，森美蘭係。